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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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昨天讲到关于持戒的这一部分，根据持戒的这一部分建立的八个学处。那在这个内容里边讲到了关于菩萨戒对声闻的遮戒和信戒的态度。因为作为菩萨和声闻学者，声闻是以自利为主，以追求个人的解脱为主，菩萨是要利一切众生，是以利他为主。因为目标不同，所以对声闻的信戒和遮戒所采取的这个态度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昨天讲到的就是关于菩萨就是如何对待在菩萨戒里边如何对待信戒。那在菩萨戒里边，作为菩萨行者，在特殊的情况下，那这个就是信戒啊，它是可以开始的，可以开的。昨天讲到了第一条，就是关于开杀戒，菩萨可以就是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开杀戒。接下来，今天要讲到就是第二条关于信戒的开启，就是开不以起，不以起，不以起其实就是造戒，不以而起，别人没有给你，不是属于你的东西，你把它占为己有，这是属于造戒。这个造戒呢，在戒律里边啊，它也是属于根本重罪，第二条重罪里边呢，不管是出家戒还是在家戒，都是属于第二条根本重罪。那么在菩萨戒里边，在特殊的情况下，菩萨在特殊的情况下是可以开不以起戒。那我们看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开。这个所谓开，它是不是说随便乱开的，我们昨天也讲到了这个问题，这个开是它是要有特殊的因缘，而且这个作为开启开这个戒的菩萨行者也不是一个普通的菩萨行者，不是说你烧了戒你就觉得哦，好了好了，我现在这个烧了这个菩萨戒的所有的原来烧的戒都可以解放了，原来烧的这个声闻戒啊，原来规定不能做的事情现在都可以做了，不是这样开的。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开的人的这个资格是很重要的，你确实呢
就是你的这种慈悲心啊，你的这种利他心啊，远远的超过利己之心。就是以这种大悲心，没有染污的心，没有丝毫的为自己的心，你才有资格开启。否则的话，那就是幻界，不是在此菩萨界，而是在幻界。所以这个是一个心理，这是一种境界，也不只是一个表面上的条文，不是一个表面上的条文。我们看这个戒律的条文，又如菩萨见真善，真善宰观，善品报恶，一诸有情，无有慈名，专行彼恼。菩萨见已，起灵敏心，发生利益，安乐、避乐，随力所能，若会若处，真善等位。由是因缘，以菩萨戒无所违犯，生多功德。那么关于这一条戒里边啊，这个就是讲到了这个菩萨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开不异起戒。那我们现在这个念出来的这段文字啊，是这一部分里边的一个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的就是说，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说菩萨啊，看到真善在宰观，真善就是指国王，或者国主、总统，就是。真善宰观就是指那些这个高级的官员，政府的高级官员，就是指国王和大臣，或者说政府的高级官员，他们呢暴恶，所谓暴恶就是实行暴政。比如说有这个国王，或者说这个总统，他实行暴政。那你想想看，一个总统啊，一个国王实行暴政，那这个就是要整个国家都要遭殃啊。我们想想看，中国古代历代那些这个昏庸的这些。有一些残暴的帝王，他实行暴政，所以他就要祸及到全国人民。那还有呢，就是一些政府的高级官员、国王大臣，就是那些高官大臣，他们这个贪赃枉法，无恶不作，祸害百姓。面对这样的一些现象，当然如果作为声闻人来说，那不会去管他了，那是他们的事情了。声闻人要追求自己的解脱，赶快躲得远一点吧，最好躲到山里面去，不要跟他们发生关系，躲得越远越好。但是作为菩萨来说呢，一方面看到这些国王啊、总统啊，或者这些官员啊，他们因为这样的一种无明和烦恼的关系，这个就是要造下很多恶业啊，同时也会让这个全国人民遭殃。那这个菩萨呢，他是不能够袖手旁观的，所以这样的人。就是一诸有情，无有悲悯，专行彼恼。对老百姓，对人民大众一点慈悲心都没有，专门实行
暴政，欺压百姓，就是，那么菩萨见了之后，就需要对他们升起同情心、慈悲心，同时也需要对全国的老百姓升起慈悲心和同情心。所以菩萨在这里的同情心和慈悲心啊，不只是对老百姓，同时少见他面对的是这个国王或者这些高官，就是先要对他们升起悲悯心、同情心，然后要对全国的老百姓升起悲悯心、同情心。菩萨见已，起怜悯心，发生利益，安乐益乐，随力所能，若会若处，增善等位。菩萨看到这种现象了之后呢，他要升起怜悯之心，就是要对这个国王、对这些高官们，这个升起怜悯之心。这个怜悯之心呢，就是希望能够对他们发生利益、安乐、益乐，希望能够做一些对他们有利的事情。怎么样才能这个做对他有利的事情呢？那就是要制止他继续造罪，制止他继续这个实行暴政，制止他继续伤害更多的老百姓。那如何制止？那可能有的时候就要采取这样的一个手段，就是随力所能，若会若处，增善等位，就是废弃他的地位，比如说废弃他的这个国王的地位，或者废弃他的这个官员的地位，让他没有权利、没有能力来做这些坏事。就是由是因缘，以菩萨戒无所为犯，生多功德。那么因为这个因缘，菩萨做的这件事情，对菩萨戒不但没有违犯，同时功德无边。因为他的行为让这个国王、高级官员少造罪，同时也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又如菩萨见劫盗贼夺他财物，若身且物，书赌颇物，许多物以实为己有，纵情少用。菩萨见已，起怜悯心，以彼有情，发生利益，安乐益乐，随力所能，彼而夺取，不令少用如是财故，当造长业，无益无利。由是因缘所夺财物，若身且物，还复身且；书赌颇物，还书赌颇；若有情物，还复有情。那么接下来下面讲的是第二种情况。刚才前面讲的是面对的是政府的这个官员，乃至这个国家的最高的这个领袖。那现在讲的是第二种情况，又如菩萨见劫盗贼夺他财物，看到盗贼，就是这些强盗啊，这个或者贼呀、去夺取他人的财物。这个财物呢，它有可能是若身且物，若书赌颇物。这个财物有可能是僧团里面的财物，这个或者呢是书赌颇物，就是塔的东西，或者是僧团的东西，或者是塔的东西，佛塔的物品，当然也包括其他的物品啊，就是凡是属于这个非法的这些物品，
喜多勿以，直为己有，重行少用。把这些东西拿来，通过非法的手段，抢劫啊，偷盗啊，把这个东西变成自己。当然，这里为什么特别提出生邪物、赌博物呢？因为这是僧团的财物，或者是佛塔的东西，三宝物。三宝物他们随便用啊，他的罪过会特别重。那其他的财物呢，可能还会好一点。所以呢，这里就特别的指出。那他们把这些东西，把它占为己有，然后纵情的享用，那么这个罪过是很大的，尤其是把三宝物非法的使用啊，罪过是很大的。那菩萨看到了之后，菩萨建议起怜悯心，以彼有情发生利益安乐意识，利乐随力所能，彼而夺取。下去，菩萨看到这种现状，看到这个众生啊，这个他因为造了这个罪业，因为非法使用了三宝物，或者说因为非法，这个使用了他人的财物啊，结果会怎么样呢？这个他要堕落，要堕落到三恶道，要这个果报是很重的。菩萨建议起怜悯心，一彼有情发生利益安乐意乐。菩萨看到了之后，对这个强盗抢劫者生起深深的怜悯之心啊。所以我们大家知道，不是嫉恶如仇，这个嫉恶如仇那就变成侠客了，那就不是菩萨了。菩萨是要对这个盗贼升起深深的怜悯之心，看到他因为做的这个事情啊，将会这个造下无边的罪业。所以因为起怜悯心，那么希望呢能够帮助他，对他有利益，使他避免继续造下这个罪业。那怎么办呢？随力所能，彼而夺取。那么菩萨这个时候就可以随着自己的力量，随着自己的能力，用武力，还是用什么各种各样的方法，把这个财物把它夺回来，然后呢，这个夺回来之后，当然就是还给他原来的偷来的地方了。彼而夺取，把它夺过来，不令少用如是财故，当少残也，不义无利。就是不要让他因为他少用了这种非法之财，结果要少残业的，不义无利。就是不义无利，那就是痛苦了。由是因缘所夺财物，若生且物，还复申请，若书赌坡物，还书赌坡，若有情物，还复有情。这个财物夺回来了之后，如果是僧团的东西，就还给僧团；如果是塔的东西，塔物、佛塔物，那就还给佛塔。那如果是其他众生的东西，其他有情的东西，那么就还给其他有情。那就是这个菩萨呢，他以这种慈悲之心来做这样的一个不以取的行为。就是不以取，就是对方他不给你，他觉得是他的东西，你把他夺回来，那么下面，又见众生或言灵，又见众主或言灵主，起生血物，书赌坡物，
言事即有，重情少用。菩萨见已，思则彼恶，起怜悯心，无令因此邪少用业，当少残业，无益无利，随力所能，废其所主。菩萨如是虽不以起而无为犯，深多功德。那么这个讲第三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就是讲的是又见众主或言灵主，其身且物书赌破物，言事即有，重情少用。这个第三种情况讲的众主啊，就是寺庙的住持，这个寺庙的住持，或者是园林主，园林主呢也是属于这个园林少户，这个园林的这个就是这个寺庙的这些财产的这些主人，其身血物出赌博物，他们呢把这个僧团的东西或者佛塔的东西啊，当作是这个把他自己占为己有。其实僧团的东西它是属于一个就是属于这个僧物，我们过去讲僧团就是十方，僧团的东西是十方，僧且所有。那这个但是像这个有的寺庙呢，这个寺庙的住持啊，他可能会把它当作是自己的东西。你再有一个寺庙，这个寺庙的这个财富就是个人所有，就也有这种现象。有一些道场啊，这个住持啊，他就觉得他就随意的乱用这些僧团的僧伽的财物，他把它当作是个人的财产。比如说像我们中国也有像过去啊，比如有十方丛林，还有子孙寺庙，那现在很多海外也有不少道场，他可能觉得这个他拥有一个道场，那么他就占有这个道场的资源，他觉得这个寺庙就是就像是个人所有一样，个人所有一样。那么这个呢，就是尤其呢，就是他不能把这些财物用于，比如说成就大众修行啊，或者用于弘法事业啊，而是把这些财物用于个人的享受。所以他是言事即有，重情少用，把它当作是个人所有，然后任意的少用。菩萨见已，思则彼恶，起怜悯心，不令因此邪少用业，当少残业，无益无利。菩萨见了之后啊，思则彼恶，想到他这样做是在造下无量无边的恶业，也就是他这样做是罪过无边的。那么菩萨当这么想了之后啊，对这个众主和园林主啊，就升起怜悯之心，升起怜悯之心，就是想到不令因此邪少用业，当少残业，无益无利，就想到不要这个令这个众主啊，他因为这样的一种不如法的这个少用，将来要感得无边的这个痛苦的果报。那么这个时候呢，菩萨呢就可以随力所能，废其所得。菩萨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废弃他的这个住持的身份，罢免他的住持的身份。菩萨如是虽不以起而无为犯，深多功德。菩萨这样做虽然是不以起，但是呢没有违犯菩萨戒，虽然做了不以起的事，但是没有违犯菩萨戒，并且呢功德无量。那么总的我们看
这一条界讲到这个不离起啊，就是菩萨面对这样的一种国王、官员或者强盗，甚至寺庙的住持，哎，他们的这样的一种非法的行为，面对这种非法的行为呀，那菩萨呢？这个首先他是升起怜悯之心，利他的心，怜悯的心。所以这个不离起，它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的意乐，就是他的意愿，他的发心，他的用心，首先是一个什么样的用心？这个用心就是一个怜悯之心，就是一个慈悲之心。那在这个慈悲之心和利他之心的指导下，推动下，然后做出这样的一个不离起的行为。那么这个不离起的行为，它所带来的结果将会是怎么样子呢？将会是。他会给对方带去利益和安乐，就是为了对方能够得到利益和安乐，就是，所以就是说这个怜悯心啊，就是每一条戒的这个不离起戒的开支啊。它必须是要建立在一个怜悯心、利他心的基础上，来这个开这个不离起戒的。那么菩萨在这个基础上来开启这条戒啊，就是不但没有罪过，而且呢，这个功德无量。那么下面讲就是第三条开意邪行。邪行，又如菩萨处在居家，见有母意，现无细数，即淫意法，即心菩萨求非凡恨。菩萨见已，作意思维，无令心秽多生非福。若随其意，便得自在，方便安处。令众善根，必当令其舍不善业，住慈悯心，行非凡恨。虽其如是未染之法，而无所犯，多生功德。出家菩萨为护声闻，甚所教戒，令不坏灭，一切不应，行非凡恨。第三条就是开这个邪行。邪淫，地邪淫就是开邪淫戒。这个邪淫戒就是这个就是非法的这种，就是没有这个得到这个法律道德这个允许的，就是婚外的这样的一种男女关系。那么这一条戒律呢，在出家戒里边特别重要，在家戒里边呢，也是属于众戒。但是菩萨呢，菩萨在菩萨戒里边啊，特殊情况下他也是被开启的。但是什么人可以开启，什么人不可以开启，这个也是有要求的。又如菩萨处在居家，这个见有母意，现无细数，习淫欲法，即心菩萨求非凡恨。这个又如菩萨处在居家，前提首先是在家菩萨，这条戒是不对出家菩萨开启的，首先他所面对的是在家菩萨。面对在家菩萨开启的，现有母意，就是母意就是没有嫁的这个独身的这个女人呐，这个就是没有这个就是独身的这样的女人，
其盈利法即心菩萨求非凡恨，这个他希望跟这个菩萨这个行这个非凡恨，非凡恨就是这个就是需要这个发生这个性那方面的关系。菩萨见已，所以思维无令心会多生非福，若随其意变得自在方便安处，令众善根，必当令其舍不善业。这个菩萨看到这种现象之后啊，当然他也看到对方啊，可能菩萨呢，如果满足他的愿望啊，可能呢，就是他会对他会有好处。这个好处呢，就是可以这个，就是可以引导他，这个可以引导他修学佛法，就是。所以菩萨见了之后，做事思维，不令心会多生非福。那如果不能够满足他的愿望的话呢？那这个他可能对方会升起极大的嗔恨之心。那么因为这个嗔恨之心，那很有可能啊，就会造下很重的罪业。但是如果满足他的话呢，可能就是若随其意变得自在方便安处，令众善根，可以这个就是可以这个就是可以满足他的这种愿望，然后就可以同时呢也可以引导他这个修学佛法，甚至可以种下善根。一旦令其舍不善业，舍弃不善业，那么在菩萨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住持悯心，修行非凡恨，这个住在这种持悯心、悲悯之心上，这个。就是行这种非凡恨，虽其如是未染之法而无所犯。菩萨虽然行了这样的一种不净邪行，但是不会犯戒，多生功德，并且能够不但不会犯戒，而且有功德。出家菩萨为复声闻圣所教戒，令不坏灭，一切不应行非凡恨。出家菩萨他要负这个声闻的戒律，所以不可以行非凡恨。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就是讲到这个菩萨戒啊，就是关于对这种性戒的开遮，尤其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学行戒啊，那么这些戒，那么对于菩萨来说，就是说，也不是说什么菩萨都可以开，也不是说所有的在家菩萨都可以开，就是说，一方面，就是确实还是利他之心还是利己之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就是当你开启这个戒的时候，你的内心会不会被染浊的？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所以对于一些这些戒的开启啊，就是他甚至要开要求这个菩萨啊，他要证得这种清净意乐，甚至要有初地的初地菩萨这样的一个标准。
你要没有初地菩萨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啊，就是你内心里边充满着懒惰啊，你觉得可以开，什么都可以开，就是最后可能就是你的这种这个菩萨戒啊，这个菩萨戒的开启很有可能就是成为我们满足这种就是贪嗔痴的一个理由，贪嗔痴的一个借口。所以不是说这个你只要受了菩萨戒的你就有资格来开这个戒的，并不是这样子的。还有呢，这里讲的这个开启的对象啊，我看这里讲的也不是一般的女人。你看习淫秘法，他可能是从事以这个淫秘法，是可能就是以卖淫还是什么为他的专业，还是以这个，或者说他是属于这种淫欲心特别的重、特别的强烈的，就是不是普通的。不是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就是当然是属于什么样，就是属于这个独身，当然她首先是一个独身的女人，所以对这个戒的开启，就是我们需要把握，一方面要衡量自己的这个，衡量自己的境界，当然另外一方面呢，还要去衡量你的这个开究竟是能不能给对方带去利益，还是只是满足他的欲望，并不能进一步的去利益他。有的时候你只是满足了他的欲望，其实有的时候你满足他的欲望，其实也是在增加他的欲望，并不是说你满足了他就没事的，不是这样子的，满足了他就可以改变的。是这样子，所以菩萨呢必须要有充分的智慧去考察你的满足，有的时候是一种纵容，但是满足呢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改变，也是一种这个菩萨化导众生的一个方便，那如果满足是一种纵容，那么菩萨开这一条戒就是没有多大的意义。如果你的满足，你的这种满足他会给带能够改变对方，能够真正的利益他，那你的这个满足啊，那就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所以这个是需要考察，需要审查的。那么作为你个人来说，你是利他之心还是利己之心？你是有贪着的心还是怜悯心？你要看好，你可能是这个，因为作为凡夫来说，你可能更多的是贪着的心。虽然你是菩萨的，其实如果我们刚受的戒，其实还是一个典型的凡夫菩萨。那凡夫菩萨呢，面对这样的一个对象，你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贪着的心，而不是这个。当然，怜悯心可能里面也有一点点。但是这里边怜悯心的力量大还是贪着的心的力量大，你要搞清楚。那么如果贪着的心力量大的话，那其实菩萨是没有资格去开这一条戒的，你不开这条戒你也不会犯戒，因为你根本就是把控不了自己，你有什么资格去开这条戒呢？如果你是真正的出于怜悯心，那就是真正就是觉得我宁愿我下地狱，我也是要帮助他的，就是爱他，爱护众生胜过爱护自己，你确实能够做到这样子，那才有资格啊去开启。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一条戒啊，也是我们要特别的需要认真对待的一条戒律。接下来第四条是开妄语戒。又如菩萨
为多有情，解脱命难，临矣。难，月少足易，少足难，鼻、挖眼等难，虽诸菩萨为自命难，亦不正之，说一万语。然为救脱，彼有情故，知而思者，故说万语。以要言之，菩萨为观有情义力，自无染心，唯为劳役诸有情故，不想正知而说一语。说是以时，于菩萨界无所为犯，深多功德。就是这个讲的，就是这个菩萨界，菩萨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开启妄语？妄语，妄有大妄语、小妄语。大妄语，那就是未证言证；小妄语，那就是说一些跟现实啊这个相违背、不吻合的语言。那妄语这也是属于四个根本，是重罪，重罪之一。那菩萨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开启妄语戒？这里讲到，又如菩萨为多有情，解脱命难，就是菩萨为了这个众多的有情啊，解脱命难，就是当众生，遇到命难的时候，这个什么样的命难呢？就是临矣，临矣就是监狱的，被关到监狱里边去的，缚难就是被绑起来的，被捆绑的，甚至被绑架的，这个众生被绑架的。越少足难，就是要面临着少啊、脚啊被砍掉的这样的一种灾难。那还有一鼻，这也是一种刑法，估计大概就是把鼻子刮掉，把鼻子割掉，那还有就是把耳朵割掉，还有就是挖眼，就是把眼睛挖掉，就是众生要面临着这样的一些灾难。面临着这样的一些灾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菩萨需要帮助他，要帮助他。虽诸菩萨为自命难，于不正之，说一万语，然为救脱，彼有情故，故而思则，故说万语。就是菩萨，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是不会说妄语的。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里讲到妄语，其实前面讲到邪行，讲到不以起，讲到这个杀生，那么所有的这些开启呀，如果菩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前面的这些所有的戒都是不可以开的，不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杀生，不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偷盗，不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去邪行。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杀生、偷盗、邪行，那是什么行为呀？那就是标准的凡夫行，典型的凡夫行。那么菩萨呢，这个他
他即便为了自己面临着一种生命的危险啊，他也不会去说妄语。菩萨就是这次代表着菩萨对戒律，对这种声闻的戒啊，他是会非常认真的去实践，就是在对于这种这个利益戒，他会非常认真的去实践。所以他即便面临着命难，自己面临着命难，他也不会去说妄语的。但是现在呢，难为救脱，彼有情故，故而是的。那现在如果为了救脱有情，为了帮助有情，所以说妄语。当然，这种帮助，这个虽然说的是妄语，但是我讲的说妄语啊，不是属于一个这个做伪证、做假证，他也是应该是在一个，比如说这些众生面临着这些灾难，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也很有可能就是他有可能被冤枉的，或者是他可能遇到的是一些这个就是一种这个一种不是很正常的一种惩罚，不是属于就是这个是属于一种非法性的，给他带来的这些问题，而不是说在合理的范围的情况下，比如说一个人如果被关起来的，干了坏事被关起来的，那菩萨为了去救他会说很多假话，我想肯定不是属于这种情况的。就是所以这个要搞清楚。以要言之，菩萨为观有情义力，非无义力，自无染心，唯为劳役诸有情故，浮想正知的所以。就是菩萨为的就是为观有情义力，就是他会观察就是哪一些事情啊对这个众生是有利的，能够给众生真正的带来利益，非无义力，不是没有利益，是有利益的。自无染心，自己没有染污心，不带有任何染污心。唯为劳役诸有情故，浮想正知而说义语。所以我觉得这一段话，这个是很重要，这个就是它可以通所有的这些，就是开启的这些境界，从杀生到开不起语，就是每一条都是通的，那就是菩萨为观有情义力，非无义力，就是这个界的开启，是菩萨观察到了我这样做是对他是有利益的，能够利他的，这是一个前提。那如果说你现在的开启对众生是没有利益的，不能给他带去利益的，那能不能开启呢？那就是不能开启，不能开启。还有呢，自无染心，自己没有染污的心，没有染浊的心，自己没有染污的心，这个非常重要。如果自己有染污的心，有染浊的心，那么也是没有资格开启的，也是没有资格开启。所以唯为劳役诸有情故，目的只是为了利益众生，所以才浮想正知而说义语。浮想正知就是这个就是才会去说一些跟这个事实相违背的语言，正知就是事实，就是菩萨为了利益众生，可以这个他就可以说一些跟事实相违背的语言，那么这个前提就是为了劳役众生。
没有自己丝毫的私心，没有丝毫的私心。那么这个利益众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利益众生呢，它是要确实的利益众生，不是纵容众生。说是以时，于菩萨界无所为算深多功德。那么菩萨这个在这种情况下说了妄语之后啊，他对于作为菩萨界菩萨行者来说，他不但没有违犯菩萨戒，并且能够产生很大的功德，并且能够成就很大的功德。所以这个是接下来就是开离间语，离间语叫离间语、起语，其实也都是属于这个多少跟妄语也是有关系的。又如菩萨见诸有情为恶朋友之所设造，亲爱不舍，菩萨见以起怜悯心，发生利益安乐益乐，随力所能说离间语，令离恶友舍相亲爱，无令有情由近恶友当少长夜，无益无利。菩萨如是以劳逸心说离间语，乖离他爱，无所违犯，深多功德。这个离间语就是挑拨离间，让两个人的亲密关系这个疏远了。那么这个在这个也是属于十种不善行，十种不善行的范围。那么这样的一种不善的行为，在菩萨戒里边啊，有的时候运用的好啊，它也可以成为一种利他的行为。又如菩萨见诸有情为恶朋友之所设造，菩萨看到有情被恶朋友之所设造，就是亲近一般恶友，就是亲近一般恶友，就是跟一般恶友在一起。然后跟恶友在一起嘛，肯定就要学坏咯，学坏之后呢，可能会经常会在一起做坏事咯，比如加入一个黑社会组织啊，或者加入一个流氓团体啊，这个跟这些狐朋狗友在一起啊，这关系很好，亲爱不舍啊，关系搞得很密切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菩萨见语，起怜悯心，发生利益安乐益乐，随力所能说离间语，令离恶友舍离亲爱。那么因为有情，他跟这些这个不好的朋友嘛，恶朋友嘛，在一起嘛，肯定就会这个沾染这种不善的习性，甚至会跟着他们会去干坏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菩萨呢需要对他升起这个对这个友情啊升起这个悲悯之心。那这个需要去帮助他。那怎么样才能去帮助他呢？就是随力所能说离间语，就是随自己的这个随力所能，就是根据自己的能力说一些离间语，就是挑拨他跟这些恶友们的这种关系，让他呢令离恶友舍离亲爱，让他远离这些恶友，通过一种说离间语让他离开这些恶友。无令有情由近恶友当少长夜，无益无利。不要让这些友情啊，因为接近恶友的关系，造下了很多很多的恶业，
结果呢，将来要受无量无边的痛苦。那么这个就是叫善用离间语，菩萨要以他的智慧善用离间语，通过善用离间语，就是帮助有情啊远离恶有，远离恶有。菩萨如是以劳逸心说离间语，乖离他爱，无所为犯，深多功德。菩萨如此以他劳逸的心，就是前提他的逸乐，就是以劳逸的心，以利益他人的心来说离间语，以利益他人的心来说离间语，乖离他爱，就是乖离，就是远离他们的关系，这种密切的关系。那么当菩萨这样做的时候，无所为犯，深多功德。不但不会犯戒，而且呢，而且能够成就很大的功德，也能成就很大的功德。所以这个是菩萨，善用离间语啊，善用离间语。又诸菩萨见诸有情为行业路出恶已，猛力喝病。方便令其出不善处，安立善处。菩萨如是以劳逸心，滴诸有情，出恶已，无所为犯，深多功德。这个是一条，这个是 F， 应该是开出恶已。出恶已就是恶考，恶考就是粗暴的语言，是开启粗暴的语言。那么粗暴的语言呢，本身也是属于不善的语言啊，本身也是属于不善的语言。那通常这种粗暴的语言啊，是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嗔恨心，是来自于嗔恨心。那么菩萨呢，如果善于运用粗暴的语言恶考，那么一样他也是可以达到利益有情的效果。所以在菩萨界里边，菩萨如何的来善用这种出恶语，善用出恶语。又诸菩萨见诸有情为行业路，非礼而行。菩萨看到有情为行业路，所谓为行业路，就是他的行为超越了作为做人的一种正常的规范，作为做人的正常的规范，就是甚至是这个胡作非为了，胡作非为，就是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菩萨对众生的帮助啊，是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这个摄受，用爱语去摄受，循循善诱，开导。但是还有一些人呢，他的这个很刚强，刚强难服的众生，那么这个时候，你跟他说怎么说了，可能都没有用的，可能暴打一顿更管用的。哎，你这个暴打一顿啊，比你说了半天要管用的多了。或者是用猛，用出恶语，就是用呵责，呵责他一通，猛力的呵病。就狠狠的批评他，甚至暴打一顿。那当然，这个说出恶语也好，还是暴打一顿也好，关键在哪里呢？关键是要你要用慈悲心，
不是，是嗔恨心，哎，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是嗔恨心，那就是一种还福心；如果是一种慈悲心，那就是一种菩萨心，菩萨心。所以菩萨呢，为了帮助众生，就是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说出恶语，当然暴打一顿是我这里加进去的，这里只是说到出恶语，没有暴打一顿。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通过这个出恶语的方式啊，要方便令其出不善处，安立善处。就方便引导着他从这个不善的地方走出来，然后让他安住在善行中，就是改变不良，改变这种不善的行为、不良的恶习，然后安住在善行中。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就是这些政府啊、这些执法部门啊，比如说把一些人关起来呀。其实呢，其实这也是帮助这些犯罪的人啊，就是改造他的犯罪的行为的一种方式，他不仅仅是保障这个社会的安定，所以像这种监狱这些东西，它本身应该搞得好的话，它也是有教育的功能。如是菩萨以菩萨如是以劳役心依诸有情，说出恶语，无所为犯，深多功德。菩萨就是以劳役心，这个前提很重要啊。确实就是以利益的心，以慈悲的心，对有情说出恶语，粗暴的语言，恶口。但是作为菩萨来说呢，他是无所违犯，他是不违犯菩萨的准则。因为菩萨的准则，根本准则是什么？我们现在看了这么多戒，其实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就是利他的心，就是利他的心，你确实就是利他的心。那么在利他心的前提下，即便做了杀盗淫妄的行为，当然这个杀盗淫妄确实是出于利他，不是说利他是一个口号，我打着一个利他的口号，然后去干一些杀盗淫妄的行为，来谋取自己的私利，在社会上有没有啊？社会上很多的，打着慈善，打着利他，打着一些这个冠冕堂皇的口号，或者打着一些高尚的信念，让很多人去出生入死。因为高尚的信念，其实很多时候它是挺危险的，它很容易被人利用。高尚的信念，它是特别容易被人所利用。但是我们现在这里讲的利他的心、菩提心、利他心，它必须是非常真切的菩提心和利他心，它确实是没有丝毫的自私的心去做这些事，那么它才是无所违反。那如果是有自私的心、利己之心，那就是标准的凡夫行，标准的凡夫的不善的行为。